老师的套路，高中二年级就敢偷着抽烟，我真的没抽烟，没抽烟就是好噻，以后不能抽烟啊。好，谢老师。回来，翘成虚的啊。哦，谢老师。你看看你这个大虚的这动作，好熟练了啊！我老子都忘个了，你敢抽个好多烟？千万不是个人挂虚掉啦。中国人，到。起来。我真的不抽烟的。敢乱说话？我不抽烟。翘成虚的啊。啊好。站定去。哦，那我找到老师。站多大？啊，你看看你这个电音的动作好熟练，你还不吃烟？哈，我是这样子的，范姐姐的。徐浩南，敢拉死我？我真不抽烟。小腿虚的。站定去。谢老师。站多大？老师，我走了。正好，跟雷修带一个。正好，你看看你给他搞烟的动作好熟练，你连虚假都搞得开你。哎，还有一个雷修，你站着去。老师，他们都敢假货，我敢真货。我不吃烟，我只吃虚的。好，走，黄姐姐，站多少？老师相信你，老师有点别的事。小心点啊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老师再见。你打快赢。妈搞习惯了老师。搞习惯了老师。